自助商店快取宝去年进驻了台北捷运站，北捷看准了网购商机，将开放现有108个车站设招商呢，设智慧物流的取货柜。北捷就表示，招商成功之后，民众网购业者就会送货到指定的车站取货柜，并传取货的密码这个给消费者，输入密码就可以打开取门这个柜门来拿取。而智慧物流不只可以取货，也能引进像 iPhone 的机器供人购物或是缴费。